花，并以雀跃传承为主题。香彩雀又名天使花，拥有小巧别致的花型和清新的香气，其花量非常丰富，茎株满布小花蕾，盛开时茂密有致，花朵迎风摇曳，宛若万千彩雀跃动。于花前观赏香彩雀，能让人充满活力，喜悦无限。展览日期及时间：3月15至24日，上午9时至晚上9时。展览期间，大会亦会举办一连串教育与娱乐并重的活动，包括学童绘画比赛、摄影比赛、植物展品比赛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